新联邦共和国王者风范，瓦努皇家军团劳尔，天涯共和国迦南神殿上帝降裸奔，瓦努三 K 兄弟连天真的战士，瓦努主权国 E Team 15207终端病毒 ，VS PC 紫色高棉军团苍狼白鹿，新联邦巅峰时刻狼谷之鬼 ，GPS 共和军太子。八年了，抗战都快结束了。八年了，能想象吗？我已经等待了这个游戏八年了，差不多已经等了八年了。我是从2004年开始玩的，那个时候我还在读高中，那时候还在读大学，现在已经当爸爸了。我现在还在美服战斗着呢，从来没一款游戏能够让我玩这么久。合作，真正的合作。很少有一款 FPS 的游戏能够找到一种真正兄弟之间并肩作战的感觉。我觉得这个游戏到处充满了你的印记，每个转折点都跟你有关系，感觉像你自己谱写了一段历史一样。不能把它当成一款简单的射击游戏，还有那种开房间游戏去相比，因为它就是真正的战场。感觉如果别的游戏像一个星球的话，它就像个宇宙一样。刚进游戏的时候，在一个地图上跟人打了很久，印象特别深刻。有一场战役我们打了7天7夜，直到一个月以后我才知道地图不止这么大。难以想象是吧？但你觉得它是值得的？印象特别深的事情很多很多。我记得每当大规模战役爆发的时候，我们军团里边好几百架飞机去轰炸进攻对方阵地的时候，那种场面到现在想起来我都十分十分的激动。我从小就是一个军事迷，每到国庆节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共和国的玩家出现，满地图都是红色的，大家都会把一些爱国的情绪寄托在游戏里。这款游戏给我就是认识了很多朋友，兄弟，他带给我的兄弟，兄弟，你真正的并肩作战的感觉，我找到了归属感。不强调个人英雄主义，而是在团队作战中寻找一种新的游戏乐趣。你要学会承担很多责任，就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战斗。我们会感觉到快乐，以及感觉到荣耀，这就是真正的一个游戏吧。等待了那么久，肯定会玩啊！等了八年了，那么多时间，肯定会玩。我会和我的战友们一起冲回这个游戏。我除了这个《星际奥兰二》这个游戏，我其他游戏不太玩。我想和我爸爸一起玩。就像老爷子他们父子一样，从来没有一款游戏让我这样的期待过。你很难相信能有一款游戏让所有的玩家期待整整八年之久，真的太棒了。